这里是哪里啊？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妈妈，我要回家。哎，欧阳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欧阳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撒哈拉星球。什么撒哈拉星球啊？就是圣母星系啊。那银河系、地球在哪里啊？在那边啊，距离我们有2000光年。那岂不是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外星人？不对呀，现在你才是外星人。我饿了，我要去找东西吃了。欧阳，等等。怎么了？我也饿了，还有没有东西吃啊？我这里还有点零食，你要不要啊？你这怎么吃啊？你不喜欢吃这个？对呀，我肯定不喜欢吃这个，还有没有别的？走吧，我带你去找吃的。来，这个大的给你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彩虹色的蛋，我们平时都吃这个。这么硬怎么吃啊？我们不是吃，都是吸收它的能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怎么吸不上来啊？这样子吸不对，我们先点一下然后就可以吸了。吸完了？你吸完了我吸什么呀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别东张西望的行不行啊？彩虹兽来了。大家可以去拼夕吸收多多好物81281，里面有好看的裤子；多多好物81281，里面还有便宜又好看的卫衣。欧阳，你给我出来！好你个家伙，你又是谁啊？我是杰森斯坦尼古拉斯丁。我管你什么丁，告诉我欧阳在哪里？什么欧阳啊？就是那个又肥又矮又黑的那个外星人。哦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都快把我整神经病了。又怎么了？兄弟，你能不能带我回家去？你家在哪里啊？在银河系地球。这么远啊？嗯，我妈妈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。那边有个空间站，走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上次星际大战把空间站给摧毁了，你是不是玩我呢？别生气，外星人，我还有办法让你回去。行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到了，你这不是垃圾场吗？什么垃圾场？这些都是我收的宝贝，足够组一台发射器送你回家了。来来来，我们组装吧。我们把电磁板给它装上就可以了。现在发射器装好了，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回去？你手抓住这个发射器。好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我准备好了，谢谢你，外星人，我要跟你说再见了。没事。完了，定位装置没装，是哪里去了？嗨，我终于回来了。欧阳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吃彩虹兽的蛋，你要不要吃？啊，你好好告诉我，这里是不是地球？我跟你说了第二次了，这是撒哈拉星球。哎呀，我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想回家，我想妈妈了。